痛吗？啊！比较特别是它总共有三个点，嗯，然后要换鞋子，换脚底按摩鞋，是的，我们的天堂路。我先决定把小迪放在最后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就是小迪讲他很多都很厉害，所以我怕他太前面，我们压力很大。一个再看，然后再来第一棒是谁？我平常照顾你，我不要第一棒。第一棒，我们修不会丢，修不会丢，好可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第一棒想要给思瑶。超级可爱。第二棒呢？第二棒给斐琪。斐琪。一些特殊的想法，特殊的想法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第三棒是卡卡，好，卡卡。然后第四棒以轩，哇，第五棒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很厉害，哎，没有，所以就是先吸取一下他们的经验。好的，我们思雅第一棒，好，思雅加油。你别这样子预言你自己，可能会成真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我要先尖叫一下。对，就这一段而已。痛吗？痛吗？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痛吗？啊！选手是我们的飞奇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哎呦，拖鞋拖很快，三，小心椅子，小心椅子哦！他表情好镇定哦，哎，太棒了，他在那边骗人。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他有听你的话，他有听我的，他有听你的话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哇，太快了，加油！我跟你说，因为刚刚脚会没力。哎，啊，加油！啊啊！接起来，接起来，接起来！加油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摸时间，摸时间！啊！第三位是卡卡，心跳好快啊 ！Go！ 哦，路上很优雅。哎呦！哎，他没穿袜子，完蛋了！他先穿袜子。你们太内敛了，哎哎哎哎，进了进了进了，有一个进了，哇哇，一下。